1941年12月5日，一辆专列匆匆地从北平驶向东部海港秦皇岛，准备在那里将车上物资运往美国。然而这一计划未能成行。两天后，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迅速占领了美国在华的各种机构，这辆专列也未能幸免。一年以后，几乎全世界都知道了关于它的消息，因为这辆列车上一件价值连城的物品不见了。上个世纪初，北京西南50公里处的周口店还是一个无人知晓的村庄。一位瑞典考古学家的到来，将使它举世闻名。1914年，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受聘来华，担任当时政府农商部的矿政顾问。1918年春天，他来到周口店，试图寻找远古人类留下的踪迹。周口店南面是华北平原，西面和北面是北京西山。这里山势低矮，却有异常深厚的石灰岩层。由于石灰岩容易被酸性的水溶解，因而形成了很多的洞穴和裂缝。安特生一行来到被当地人称作龙骨山的北坡进行考察。龙骨山南北长约220米，东西宽约190米，海拔145米，看上去一点儿也不起眼。但是随着观察的深入，安特生越来越激动。他发现堆积物中有一些白色带刃的麦石英碎片。他突然想到，这些锋利的刃口会不会是用来切割野兽肉的呢？他对身边的人说，我有一种预感，中国人祖先的遗骸就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去找到它。尝试发掘工作由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施丹斯基主持。1923年的尝试发掘只出土了一枚十分可疑的牙齿化石。谨慎的施丹斯基并没有急于公布这个消息。3年后，施丹斯基在整理标本的时候，终于在周口店的化石中确认出一颗人牙。在随后的一年里，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枚与施丹斯基发现的极为相似的牙齿化石。这颗牙齿经加拿大解剖学家布达生的鉴定，确属人类牙齿化石，并最终将其主人命名为北京中国猿人。然而，这一说法却引起了国际上许多人类学权威的怀疑。他们认为，仅凭牙齿化石就建立新的人类属种，显然是无法令人信服的。权威们的怀疑丝毫没有打消布达生的热情。在他的努力下，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答应出资24000美元赞助周口店的发掘，并且以协和医院为依托，筹建一个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机构。接着，布达生又积极与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浩取得联系，希望能与中国地质调查所共同发掘周口店。这一建议得到了翁文浩的热烈响应。经过一番磋商后，双方达成协议。协议书中第3款对于采集品的使用和归属做了规定：一切采集到的标本归中国地质调查所所有，但人类学材料在不运出中国的前提下，由北京协和医院保管，以供研究之用。正是这种合作精神，最终促成了周口店的发掘和后来新生代研究室的成立。1929年，中国古人类学的第一个研究机构新生代研究室成立，这是一件足以载入中国古人类学研究史册的大事。那么这个研究室呢，行政上
是属于中国地质调查所，但它办公地点在王府井附近的协和医学院。那么科学家是国际性的，他的名誉主任就是协和医学院的解剖系的主任布达生。布达生和他的同事们共同创办的这个古人类学研究室，为中国古人类学研究开创了先河，为今后的古人类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它的成立对于周口店的发掘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对中国古人类学人才的培养和储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裴文中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来到周口店的。1928年，刚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裴文中来到这里，参加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但是，当时由于遇到坚硬的石层，许多人都认为，龙骨山的发掘已经到了尾声，下面不会再有北京人的化石了。因此，1929年，一些学者相继离开周口店，到别处去寻找远古人类化石，只留下年轻的裴文中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裴文中的执着终于有了回报。当坚硬的岩石层移开后，大量的化石出现在人们眼前，水牛头骨、野猪头骨、鹿角化石随处可见。然而，短暂的兴奋过后，裴文中又重新回到现实中来。这些化石中依然没有人类的东西，北京人究竟在哪里呢？发掘的部分渐渐缩小，发掘的地方也越来越窄。裴文中推测，这一次可能到了洞的底部。一天，就在准备收工的时候，他发现在主洞与裂隙交叉的下方有一个洞，他决定亲自进洞探个究竟。在洞外工友的牵引下，裴文中沿着洞壁徐徐滑下。他点燃马灯，在微弱的光线下仔细寻找，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龙骨山显得格外寂静，人们都在静静地等待着。突然，洞里传出裴文中狂喜的声音：“这是什么？是头盖骨！”这一天是1929年12月2日，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终于被发现了。裴文中先生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的时候，为什么会那么激动呢？哦，这个问题是这样，因为当时北京猿人呢，他的种名和属名的定呢，仅仅是加拿大的一个学者叫布达生，根据1927年发现的一颗牙齿而定的。那么定了以后呢，在科学界呢就引起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觉得他很冒失，他的依据不足。但是这个地方呢，已经不止发现一次那个化石牙齿了，但始终没找到过硬的材料，而头骨呢，就是研究古人类学是非常过硬的材料，它能提供很多的信息，能够判断它的进化程度啊，它的进化位置啊，所以当时发现的第一个头盖骨，裴文中先生非常的激动啊。那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根据当时发现的这个北京猿人头盖骨，能认定它已经是人了，不是猿？当然可以作为一个指标，因为譬如说脑量嘛，当时也有一定的指标的，超过多少量，就是属于进入人的范畴。那么头盖骨的发现呢，间接的也就可以测定脑量了。
所以在陶罐骨的发现的话呢，就是有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就是科学认证了证据了，来使得中国猿人这一个种族的新的种族能够牢固的建立起来了。那除了北京猿人头盖骨之外，当年裴文中先生还有哪些发现呢？除了这个第一个头盖的发现呢，当然就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重大发现了。另外一个重大发现呢，就是他发现了北京猿人使用的石器。一开始呢，在1921年发现这个遗址已经找了几块，就是那个石英石，当时也是推测可能是不是已经有原始人类了，但是好长时间就没有找到。实际上呢，已经发现了，没有人能辨认出来。裴文中先生呢，就是根据这些石块呢，辨认出来它是石器。当时，特别在1931年，发现了很多，他就进行了研究，然后还发表了论文。当时还有很多人持一种怀疑的态度。结果呢，又是法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考古学家到这个店来了，肯定了他的发现。那么就是北京猿人会制造工具，会使用工具，那就就正是就人的范畴，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这个重大的发现呢，也使得在1890年时候在爪哇发现那些头骨呢，那叫爪哇猿人，那时候也是很争议，是不是人类啊什么东西？由于北京人发现了头盖骨，又发现了石器，甚至还包括用火的一些遗迹，这样的话呢，也解决了。就是在他之前发现北京那个爪哇猿人是不是人的一个重大的争议，所以裴文中先生在这个北京人研究方面有两大重要发现，一个是头盖骨，还有呢就是北京猿的文化遗存的这功劳是非常大。也就是说，这两个发现都对于界定当时这个种群它是人还是所谓动物，提供了很有力的证据。非常有力的证据。这就也就为那个达尔文主义啊。就是人类是从古猿变来的，提供了直接的科学论证。北京猿人的发现对于科学研究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呢？北京猿人的发现在科学上，那个科学地位是相当高的。它第一呢，就是达尔文提出了人类的这个生物演化，生物演化的理论中包括人类起源，他就提出人猿共祖，就是人和猿呢有共同的祖先，人是从古猿演化来的。当时这个理论提出来也是遭到了。神创论啊什么的反对，主要是缺少这个科学认证的证据。北京猿人的发现呢，正好弥补了这个缺乏这个证据，因为我们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猿人所以什么叫猿人呢？就从猿到人中间的一个过渡环境，这科学界叫缺失环境。所以这个北京猿人的发现呢，在当时的话就弥补了这个缺乏，就是为达尔文学说进化论呢。提供了很有力的支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因为人类是从原始到现在都是一个进化的过程的，那么北京猿人发现呢，是代表了这个进化段，就是猿人阶段，它提供了最充分的材料。一直到现在为止，关于这段时期的人类的一些基本的知识呢，都是来自于北京，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北京人的研究。1998年，一位老者在家人的搀扶下来到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来到他倾尽一生心血的地方，伫立良久。这位老人叫贾兰坡，这是他最后一次来到这里。2001年5月，他离开了人间。1931年，23岁的贾兰坡考上了地质调查所的练习生。我呢，是个什么都不懂的，都是人家
献教，说卞美莲我俩同岁，他小，他也但是也燕京大学毕业的，学地质的，他也教过我地质。我这当时走了好多的这个机会，我没放。我是这个人呢、啊，我对这工作啊非常感兴趣。在当时这工作是在人家别人看起来啊，是个非常不好的工作，说我们是八分掘墓的，那么看待我们的。可是我们呢，越搞啊，国情也看书，也给我们讲，看了以后感觉非常感兴趣，以为这发掘是个好像是个，非常应当搞下去的工作，在周口店。五月，他来到周口店，成为了裴文中的助手。勤奋的贾兰坡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知识。在裴文中的指导下，他的业务水平迅速提高。1934年，他获得技士职称。2年后，裴文中离开了周口店，赴法国学习古人类学，拜著名史前考古学家布日耶为师，贾兰坡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周口店工地的总负责人。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这一年贾兰坡正好25岁，与裴文中接手周口店考古工地时同龄，激情正渐渐被消磨殆尽，单调和寂寞笼罩着贾兰坡，但过去几年里学到的考古知识和理论使他无法忘记自己的职责。他把工作重点放在出土第一块头盖骨的第一地点和时代较晚的第15地点，希望会有新的收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贾兰坡从第一地点跑到第15地点，又从第15地点跑到第一地点，忙得不亦乐乎。偶尔有点新的发现，但是总体上收效甚微。1936年，工作单调的令人窒息。贾兰坡孤独地留在周口店。当秋季来临时，环境变得更加糟糕。接任新生代研究室主任的魏敦瑞控制过于严格，经费日趋紧张，失望和急躁情绪逐渐蔓延。10月22日，技工在第一地点发现一个女性的下颌骨，保存相当完整，这在过去从来没发现过。这个下颌骨的出土增强了贾兰坡的信心。从这一刻起的很长一段时间，贾兰坡就再没有离开周口店考古工地。他东西巡视，唯恐失落下哪怕一点点蛛丝马迹。翻开当年的野外工作日记，1936年11月15日的一页这样写道：这是一个星期天，负责挖掘北侧洞壁处堆积的工人张海泉，在一块比较松软的砂石中发掘到一小块骨骼化石，正要随手放入面前的小荆条筐里，贾兰坡恰巧看到，立刻要他停手，抢过来，拿起骨片细细端详。我说这什么东西？他说管叫韭菜。什么叫韭菜呢？就别哪有韭，没有韭菜是烂骨头。他们就起个外号，我就过去看，我这不是人的吗？怎么还烂韭菜啊？哦，接下来我就把这个，弄绳子围起来，这么一，哎呀，这么大一块吧，围起来，只有几个人能进去。好手能进去，不要随便进去，怕拆了。贾兰坡挑选了3位经验丰富的工人和他一起清理，接着发现了枕骨、眉骨、耳骨等大量碎片，
是同一个人头骨化石无疑。也许由于精神紧张所致，直到中午，贾兰坡才把头骨碎片全部取出。这些碎片分装在两个小金条筐里。后来，贾兰坡回忆道，自己就像捧着祖宗牌位那样，把它小心翼翼地送回了办事处。下午，喜讯再次传来，在同一地点又发现了一个远古北京人的头骨化石。天色已晚，第二个头骨只能在潮湿阴暗的山洞中熬过北方寒冬的一夜了。贾兰坡连夜打电话通知北京，魏敦瑞闻讯欣喜若狂，当即驱车赶到周口店。魏敦瑞啊，想着要到周口店，快到周口店了，起来找不着裤子，穿不上，往后前面穿后头，后头穿前头了。这是他夫人说的，到周口店说的。激动了是吧？激动的。他给他那个扎完头给他看的时候，他手颤，后来还是搁在桌子上看的。他说好，太好了，太好了。啊，一个是那么个，有这个。之后进行的发掘中，又一个头盖骨出土。1936年，一个令人振奋的收获之年到此结束。贾兰坡以他的认真和执着，奠定了他在北京人化石发现史上的地位。从1927年到1937年初的11年间，在周口店第一地点，也就是中国猿人遗址中，先后发现了五个比较完整的头盖骨，9块破碎的头骨，以及大量的面骨、下颌骨、牙齿等骨骼化石。它们估计来自40个不同的男女老幼，代表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古人类群体。世界许多古人类化石遗址中，在一个不大的方圆之内发现如此丰富的化石数量，堪称世界同类遗址中的奇迹。我们可不可以说北京猿人就是中国人的先祖？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实际上这个问题就是什么？现代的人是怎么演化过来的，就是现代类型的人怎么演化，这个在科学上早就有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呢，认为就是说不同地区的猿人，你比如说我们亚洲地区是北京猿人，那欧洲呢，还有你看的那个海德堡人什么，他们认识各个地区的猿人演化为现代人，这叫多地区演化论。还有一种学说认为不是，它是由一个地区单独的地区有限的地区演化成为现代人，再扩散到或者替代到其他地区，这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但这个理论到了今天呢，又有新的发展，因为生物学的发展是发展到分子生物学的地步，就是研究到基因，就遗传物质基因、染色体基因这些。现在的学说是怎么呢？一个呢，多地区依然是这样，就是我们认为各个地区的猿人都是发展为现代，各个地区的现代人。那么按照这种理论，当然北京人就是现代人的，包括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嗯，当然它有一定的理论依据，还有科学的依据了，它是根据体的特征。你譬如说北京猿人，它的门齿上门齿是凹进去，内部是凹进，像铲子一样的，叫铲形门齿。我们现在中国人出现的比例很高，当然这是一个例子，还有其他，比如比较扁平呢，我们的中国人也比较扁平。但是分子生物学就不这么认为，他们研究了，就是研究了那个遗传物质了、基因了，通过不同的手段，他们认为现代人的基因的基因库是在非洲。哦，非洲认为现代人类型的产生地是由非洲，然后由非洲逐渐的扩散到其他的地区，所以叫非洲起源论。现在，所以有那么按照这样的理论，北京猿人是绝灭了，他没留下后代，是后面非洲来的人，来代替了当地的居民。这两种不同的理论，
这个还在不断的争论当中，现在还在不断的争论当中，还没有一个非常肯定的意见。北京猿人在周口店地区生活了多长时间？北京猿人生活的时间的话，根据已经发现的话，就是在这个阶段的话，它的大概都从50万年，距今50万年到20万年左右，生活了30万年的时间。这个并不等于说当时这群人慢慢延续了30年，不是，它是不断的有迁徙，就属于这个阶段的人类，这个阶段的人类大概延续了30多万年，然后呢，扩充了很多地方，比如辽宁也有。金牛山人呢、现在我们发现南京也有汤山人呢，都属于猿人阶段的，是不是北京人迁徙呢，还是在另外的，这还在有待于研究。那后来北京猿人又是如何消失的呢？它是根据演化导致新的阶段的人产生了，代替了它。比如在周口店就发现了很多地点，比如还有第十五地点，现在北京猿人地点叫第一地点，那么第十五地点时间就比较晚，还有第四地点也比较晚，那得十几万年了。甚至还有周口店，还有三棱洞人，只有2-3万年，或者1万多年。对，您的意思说，并不是周口店猿人这个种群它消失了，而是它逐渐演变成了其他的人，更现代的人。这是根据那个多地区猿人的理论是怎么理解的？当然，根据那个非洲猿人，他就不怎么理解了。他认为，北京猿人发展，最后就绝灭了，其他人来代替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2天后，周口店发掘工作全部停止。刚刚露出文明之光的周口店，又笼罩在刀光血影之中。发掘停止后，科学家们只好着手修理和研究化石。当时重要的资料都存放在美国人主持的协和医院内，所以研究工作暂时没有受到日本人的滋扰。1941年，日美关系日趋紧张，消息传到北平，人们预感到一场大的暴风雨即将来临。驻华的美国侨民开始陆续撤回国内，日军开始侵占一些美国在华机构。存放北京人化石的协和医院看来也难以幸免。在这种情况下，新生代研究室必须为北京人化石寻找一个更为稳妥和安全的存放地点。可是，兵荒马乱的中国，什么地方才是安全的呢？当时，新生代研究室主任魏敦瑞希望能将所有人骨化石一起带走，存放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内继续研究。但是，中美合同早就有明文规定，周口店发掘出的东西完全是中国财产，不得运出中国。当时有3种处理方案：第一，运往重庆。但在战争条件下，长途运送安全难以得到保证。第二，就地掩埋，但在沦陷区，安全同样也无法保证。第三，运往美国保存。但是美国公使馆的人呢，回答的是很干脆，就拒绝接受，那就是中国财产。他说我们没办法，不能接收，因为我们如果接收了以后啊，人家要说我们是掠夺，我们说不清，所以我们也没有权利来接收这个。同时呢，这个当时的那个签的那合同啊，已经在北京他们公使馆呢备案了，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事儿，所以不行。由美国大使给我们北平下达指令，我们才能接收。那么，除此毫无办法。经过国民政府的协调，远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同意并授权美国驻北平的公使馆接收这批古人类化石，并负责把这批物品安全运往美国保存。当时的总务长呢是博文，协和医学院的总务长。博文就说让我装箱，装箱以后啊，把这个两箱的东西呢送到他办公室。那么当时呢，我的考虑呢，这个当时单方面的从美方通知我装啊还不行啊，我还要去找一下裴文中。那这样的话，我把那个办公室啊、工作室的两道房门锁上，我就请他帮忙嘛，我们就地就把两个保险柜里头的化石啊，就装了。装箱时，为使北京人头盖骨安全运送到美国，胡承志采取多层包裹的办法，他将化石先用擦镜头的白棉纸包好，然后裹上医用的脱脂棉，再包上几层医用细棉纱布，最后再用厚白纸包裹放入小木箱中。至于牙齿化石，则用小纸盒包装放入小木箱中，再连同人骨化石一并装入两只大木箱。箱子外面除了标有一二字样外，并没有其他任何标志。装了以后呢，我问完了裴文中以后，那么我这个那就是说，这个中美双方呢，这个我倒是小萝卜头了，他们两个负责两边的双方的负责人呢，我都通知了，那么我就装了以后送给博文的办公室，送给以后呢，我就不知道了，大概在。我是最后一个见到这个北京人化石的中国人，以后再没有中国人呢，这个看见或者知道他的下落。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曾任魏敦瑞秘书的西世白在一次电视采访中透露了当时他亲历的一些事情。My impression is that they were never touched, that Colonel Ashurst never opened the boxes, and that he just had his name stenciled on those boxes, that they were loaded on, I guess, a truck taken to the station, which was a half a mile away, loaded on a freight car, and that they stayed on that freight car and even stayed on that freight car in Qingmandao waiting for the...1941年12月5日，一列美国海军陆战队专列驶离北平。这次押运是由美国海军陆战队负责。两箱化石被放到美军专用的标准化绿色皮箱中，和所有军人行李一起放入行李车中托运。此次押运的负责人就是海军陆战队退伍军医弗里。这两箱化石就是被混装在他的27箱行李中上了火车的。Colonel Ashurst received this word. He spoke to me about it and explained that we would go to Corregidor, but that because I had been on duty in the Far East for so long, in fact, I'd been there already 3 years, 3.5 years.That I would be ordered directly back to the States, and that these bones would then be turned over to me for safe passage in my luggage to the States. But this was something quite secret and not to be revealed. 火车的目的地是秦皇岛。在秦皇岛，弗里的助手戴维斯接到命令，负责接收这批特殊的行李。That
As you know, we were prepared to leave China on the 10th of December. And all the baggage, of course, everything went through the port of Chinwang Tao, which was our port of entry and departure. And I received a message from Dr. Foley by radio, which was our only means of communication, to be on the lookout for his baggage, and when it arrived, to take it and take personal charge of it, in fact, bring it to my quarters. And about the 5th or 6th, the cars, railroad cars, came down and were pulled onto the siding in Camp Holcomb, and they were parked about 75 yards from our building, which was the end of the siding. I did take his luggage, which consisted of approximately 27 units, footlockers, trunks, whatever, and I had them in my room. 但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三天后，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军事基地珍珠港，美国被迫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与此同时，日军迅速占领了美国在华的所有机构。佛里和戴维斯都成了日军的俘虏。几天后，他们在天津的战俘营里见面了。在这里，他们并没有见到他们全部的行李。但此时，那两只装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绿色行李皮箱已经不见踪影。从此，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战乱中悄然出世不久，又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神秘地失踪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下落牵动着贾兰坡的心。2001年，他在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出了他的不尽遗憾。好像我就是一个孩子也是一样，他是本来是对我有感情，不但是那有感情，所有中国电台所有的发现几乎对我都有感情。我是希望他越快越好，能找到最好，能够在这个事情找到更好，能够看一下子眼也好。北京人头盖骨的遗失可以说是贾兰坡先生终生的遗憾。那么您觉得现在这个头盖骨有可能在什么地方呢？这方面呢，我本人也做了一些工作。根据我的分析呢，我总有个直觉，好像没有丢失。为什么呢？当时呢，珍珠港事变爆发前夕呢，准备把这批头骨呢，还有其他的骨骼了，准备运到美国去，暂时保存在那边。当时就是准备这个哈里逊号总统号到秦皇岛来接这批材料。当这个船呢没有到达，还在上海附近的时候呢，珍珠港事变爆发了，这个船呢也被搁浅，没进来。所以过去有个说法，是不是？啊，船来了以后，运上去，翻到海里去了，这个可能是没有的，是没有的。实际上的丢失呢，还是在秦皇岛，在北京这一带丢失的。那么丢失过程中间呢，就有很多的问题了。它是从西河医院运到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然后由司令部复制，运到秦皇岛，然后再到哈里逊号的美国，正是。到达了秦皇岛海军陆战队军营的时候，战争爆发了，就是珍珠港事变爆发了。好多人，美国都作为战俘了，这些东西都为日本人所掳掠了。当然，后来这些箱，据说这个标本呢，就是在这些箱子中间。但是也有说法，是不是根本就没装上去，就地埋了？这个呢，有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消息，一会儿说埋在这儿。一会儿说埋在那儿，我呢也接受了一些信息，就是说，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就在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和那个美国公使馆中间有一个围墙，有一个门，卫兵看到有些东西埋在他前面十步远的地方埋下去了，这是两个人看到的。这个消息以后在寻找过程中，就是他们当事人反映的。这个地方我也去考察了。上面已经建了车库了，还怎么可能呢？被掠夺了，
就是被日本人掠夺了。因为当时呢，到了熊本岛以后，这些人都遭到战俘了，脱了战俘了。据说箱子里有这些东西。那么当时负责人被战俘讲，到了现在这些东西还给他们了，箱子还给他了。他打开自己的箱子，他发现自己教学的一个头骨没有了。然后呢，他就把说，据说他说他把藏有头骨的箱子分送了几个朋友家里藏起来了，还有个几个。但事后他有没有打开看过，你怎么知道他是有头骨呢？嗯，后来调查了以后证明这几家都没有。那么头骨到哪儿去了？如果说是在这些箱子的，那肯定给日本人，至少给侵略军笼掠了嘛。那么到哪儿去了呢？这里就有可能了。有人说是不是在日本投降前夕有一条船运上去，然后就被炸沉了，啊，不完号，啊，也提出这个信息是从美国来的啊。当然这个船现在还没捞出来，现在作为一个线索吧。还有一个线索呢，是不是带走了？因为当时日本很注重这个头盖骨的这些人类化石，在那个92年嘛，就是中日复交20周年纪念之后，我们在大阪，日本大阪搞了一个北京猿人展览，当时就建立这个北京猿人化石返回委员会，就是争取线索，到处去寻找。但是这个工作被日本政府阻挠了，他们认为说如果再这样搞下去会演变成第二个慰安妇事件。那我们就提出了，没有鬼你怕什么呀，化石是人类全人类的财富，有责任有义务必须得帮助寻找，为什么要做阻挠呢？那听了您这一番话，我觉得不管这个头盖骨现在是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那比起以前的传闻，比如说被炸沉来讲，我们更希望它现在在这个世界上，然后我们也更希望哪一天能够有识之士，或者说有一批人他能够真正从全人类的角度出发，把它拿出来作为一个人类的共同财富来研究它。对对，是的，我们也这样愿望。新中国成立后，周口店这个暂停了12年发掘工作的宝贵遗产，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主持下，又开始了进一步的挖掘工作。1966年，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猿人头骨上的两块颚骨和枕骨，他们连同解放前出土的一块颞骨，被复原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头盖骨。这也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够见到的唯一一个真正的北京人头骨化石。据《史记》记载，三皇五帝时就有了天子祭祀天地的活动。战国末年，在祭祀天地的活动中，以五德终始说为基础的理论和较完备的礼制形式就已经形成了。古人把祭天叫封，祀地叫禅，
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次正式封禅大典是秦始皇在泰山举行的。此后到泰山封禅便成为历代帝王统治中的一件大事儿。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去泰山行封禅大典，皇家的史官司马谈未能随行前往，这竟然使他愤怨成疾，病榻上流着眼泪对儿子说：“皇上去泰山封禅，而我却不能一同前去，这是命啊！”不久竟然抱恨中天。明清时，帝王祭天祀地的仪式从泰山移到了京城，从此便有了今日的天坛。天坛位于北京城的南端，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和祈求丰年的地方。它始建于明初永乐18年，经乾隆年间的改建后，成为今天这一辉煌壮观的建筑群。天坛东西长1700米，南北宽1600米，总面积约为273万平方米，相当于紫禁城的3倍。因为深绿色在古代表示崇敬和祈求之意，所以在占地极少的建筑周围种植着苍松翠柏。进入天坛，树木葱郁，把祭坛烘托得十分肃穆。古代帝王祭祀天地又叫封禅。据史料记载，正式的封禅活动可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尚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夏朝。历史上的每一个皇帝都把祭祀天地当成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活动，而祭祀建筑在帝王都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必须以最高的技术水平、最完美的艺术标准去建造。天坛就是众多祭祀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最初，如此重要的封禅活动只在泰山举行。封禅泰山的活动神圣而隆重，是国之重典，但并不是所有的帝王都有资格封禅泰山。只有功德昭著的，并且在位期间出现吉祥天象的真命天子，才配登泰山而封禅。诸侯只能祭祀其统治疆域内的大山。对于封禅，固然赞成拥护的人不少，但历次泰山封禅典礼规模浩大，仪式复杂，耗时费力，劳民伤财，明智的君主不能不有所顾虑。其中唐太宗的态度就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只要天下太平，社会富裕，就是不搞封禅，帝王也会像尧舜一样德高望重。如果百姓贫穷，外患侵扰，就是搞封禅，天下也会怨声载道。宋真宗以后，封建帝王在泰山的封禅活动基本上就废止了。公元1420年，明成祖朱棣建成了北京天地坛，此后天地坛取代了泰山，成为帝王祭祀天地的地方。但是有的帝王在设坛祭天的同时，还是不忘祭祀泰山。现在北京天坛的祈年殿东侧有一组七星石，传说那就象征着缩小了的泰山的七座山峰。清廷入关后，大都沿袭明朝旧制，乾隆时期国力富强，天坛也大兴土木。乾隆12年，皇帝决定将天坛内外墙重建，改土墙为城砖包砌，中部到顶部包砌2层城砖，
经过改建后的天坛内外墙更加厚重，周长十余里，成为极壮丽的景观。天坛包括圆丘和旗鼓两坛，围墙分内外两层，像一个回家的回字。外墙东南北三面都没有门，只有西面修两座大门，圆丘坛门和旗鼓坛门，而内坛墙四周则有东南西北四座天门，内坛建有祭坛和斋宫。除圆丘坛和旗鼓坛之外，天坛还有两组与众不同的建筑，斋宫和神乐署。斋宫位于西门南侧，坐西朝东，是皇帝来天坛祈谷祈天前斋戒沐浴的地方，所以也可以说是一座小皇宫。它建有宫城宫墙，有两层，四角建有值守房，外层东北角有一座钟楼，每逢皇帝进出斋宫都要鸣钟迎送。斋宫面积4万平方米，有房屋200余间，虽不及紫禁城金碧辉煌，但规模也很宏大，而且典雅清幽。走进两道宫门便是斋宫正殿，正殿红墙绿瓦，据说绿瓦表示皇帝在此地也不敢妄自尊大，只可对天称臣。殿内的“钦若昊天”四字是乾隆皇帝亲笔所写，这里是皇帝举行礼仪和接见群臣的地方。这是时辰亭，皇帝可根据所奏时辰从容起驾。斋戒期间若有要事，群臣也可以把奏折放到时辰亭内。这是斋戒同仁亭，每逢皇帝斋戒，就在须弥座上陈设一尊铜像，称为斋戒同仁，时刻提醒皇帝诚心斋戒。寝殿内共有5个房间，北端的一间是皇帝冬季的卧室，室内有炭炉，床下有火炕。南面的一间是夏季卧室，寝殿正中是皇帝接见群臣的地方。斋戒期间，斋宫代替了金銮宝殿，成为皇帝临时的皇宫。皇帝在这里斋戒沐浴，等待着祭天那一重要时刻的到来。姚公，刚才我们从片子当中呢也看到泰山的这个风扇是由盛到衰，那么地点呢由泰山移到了天坛，这种地点的变化是不是也反映出了我们帝王的这种祭天的理念的一种变化？可以这么讲，从泰山到天坛的变化简单原因有这么几点。一个是人对自然对天地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以前认为泰山是东海之滨，天最离天最近，天高地厚，感谢天地的恩泽，这种认识发生变化。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祭天的内涵扩大了，秦皇汉武到泰山封禅更多的是炫耀武功，成就伟业，这种思想他要传达给上天。那么以后的皇帝呢，他更多的是为民祈福，祈求天下太平，江山永固，再有就是皇帝家天下的思想，他把祭坛变成了自己的皇家祭坛，天坛就是明清的皇家祭坛。就是家天下的这种观念啊。对。
那还有一个疑问哈，姚公，就像这个天坛，它毕竟是皇家和天对话的地方，是祭祀之所，为什么我们这个天坛会在北京的东南角？按我们常人这个理解，起码它应该是不在中央，也应该是在京城的中轴线上。这是根据中国古人的九天之说，它的方位决定的。现在考古发现的隋唐祭坛遗址和六朝祭坛遗址，一个是在西安，一个是在南京，他们都在都城的东南。那么天坛也在都城的东南方向，这在东汉时候已经确立了。那么从这个地理的选择上，是不是也很讲究呢？对，九天说有一张图，东南方向是阳天的位置，最好和天沟通的一个地方，可以这么说。我去过天坛，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天坛到了那里以后呢，虽然它建筑不是很高，圆丘就三层，但是你只要一登上去以后，你会感觉到好像有点俯视所有景观的这种感觉。而且它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视觉上的这种感受？这是古人的一种智慧的体现。天坛的主体建筑只占它总体面积的20%，也就是说95%的地方都被树木所覆盖。那么人到这个区域去呢，你会感觉到人自身是非常渺小的，在浩瀚的树林当中有神的宫殿。建筑色彩呢也是以蓝色、红色和白色为主，还有金色。建筑的形状呢，圆形、方形，它体现天圆地方，对，也就是古人把对天地的理解都融入到这所建筑当中去，所以它不以高度取胜，而是以形状、色彩、整个氛围取胜。而且在天坛，我就感觉到我们老祖宗的这种建筑理念啊，和国外这种建筑理念的不同。那我们追求和天沟通的，不像国外像哥特式的，它一直就往高建，建得越尖越好。而我们这个天坛虽然它不高，但是呢，你站上去以后，你几乎能够看到很多树的这个顶，好像和它是平视的，这种视觉差好像造成了我们确实能够与天沟通这种人的这种感觉哈。是，不仅是这个色彩图形的体现，它在建筑设计上也非常独具匠心。比如说它声学建筑的设计，它为这些声学建筑起了很多有象征寓意的名字，比如说人间私语、天文若雷、翼照影从，这些词呢都表达了人在这里是很渺小的，神在这里无所不能。祭天坛必须位于国都的南郊阳天丙未，这是《礼记》中明确要求的，也是天坛选址的必须条件。那么，南郊阳天和丙未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呢？古人把国都以外10里之内称为郊区，天坛距市中心最远处不过7里。在郊区的范围内，周易曾规定，南部在阴阳五行中属阳，天坛的位置应定在北京的南部郊区。那么什么又是阳天丙未呢？按照古人的说法，阳天有两个地方，一处是北京的东南，一处是北京的正南。北京的正南属阴，不能考虑，而北京东南的位置属阳，人们把这个位置叫做丙，它是阳天中属阳的位置，是祭坛的理想位置。因此天坛的方位就定在北京南郊的阳天丙位上了。嘉靖24年，明世宗把荒废的南郊大祀殿改建成了现在的祈年殿，用以正月祈谷、夏日祈雨。每年冬至的这一天，在圆丘上设坛祭天。这三项活动成为天坛的三大祭礼。
到此形成了今日天坛的规模和形制。天坛实际上指的是圆丘，它和祈年殿，一个用来祭天，一个用来祈谷，是有区别的。但久而久之，人们把天坛当成了这组祭天建筑组群的统称。天坛的设计思想和建筑理念具有典型的中国文化意味。从平面上看，天坛的内外墙都是南部建方、北部成圆的形状，这是中国古人天圆地方宇宙观的反应。因为是祭天的场所，中国古代天道圆的哲学观在天坛的建筑形式上处处可见。主题建筑的平面都是圆形，圆的坛面，圆的殿顶。圆代表着生命的流转，代表着生生不息的活力。置身其间，使人时刻感受到天的存在，潜移默化地接受封建皇权奉天承运的说教，使老百姓把对上天的崇敬转化为对封建皇权的认同和服从。从具体的建筑上看，天坛则受中国古人哲学观念和封建礼制的规范和影响。祈年殿在天坛的建筑中，不仅体积最大、高度最高，而且也是等级最高的主体建筑。因它象征着天，所以它竟有三重殿顶，比金銮宝殿、太和殿还多一重殿顶。祈年殿的三重檐顶所用琉璃瓦全部都是湛蓝色，这种与天的颜色相同的色彩用来象征皇天上帝。实际上，祈年殿初建时，三层殿顶的琉璃瓦是三种不同的颜色，上层是蓝色琉璃瓦，代表着皇天上帝，代表天；中层是黄色琉璃瓦，代表着人间天子；下层是绿色琉璃瓦，代表着凡世臣民，代表着世间万物。祈年殿是仿古明堂式建筑，大殿中间的四根龙井柱象征着一年四季。内周的十二根大立柱象征着一年十二个月。外周的十二根大立柱象征着一天的十二个时辰。大殿的外周、内周共二十四根立柱，象征着二十四节气。这是中国古人重视农业思想的具体反应。为了处理好祈年殿内偌大的空间，工匠们设计安装了九龙藻井。自建筑艺术之乡的意大利人马拉法里耶在参观祈年殿后称赞道，完美的形式和光辉的色彩令人瞩目。一条360米长、30米宽、4米高的单壁桥，把一南一北、一高一低两个祭坛通过过渡建筑，皇前殿、皇琼宇
连成一体。行走在笔直宽阔的单壁桥上，左右都是蓊蓊郁郁的树木，面对苍松翠柏环抱中圣洁的圆丘，人们如同亲临古人林中扫地祭天的场景。圆丘坛是完全按照周礼的要求营建的，三层叠起的平台用北京房山特产的坚固耐磨的艾叶青石铺砌，三道回环的石栏由雕龙刻凤的汉白玉雕凿而成，坛心是一块圆形的天心石。在圆丘，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座祭天台石材的尺寸和数量都是阳数九或九的倍数。原来圆丘坛所处的位置是阳中之阳，为体现这一特点，踏步是九级。坛面石板第一圈是九块，第二圈是十八块，以此类推，第九圈就是八十一块。站在昭亨门北望圆丘，坛上的人们就仿佛是在天上行走。黄琼宇的回音壁、三音石，加上圆丘坛的天心石，都有着奇妙的声学现象。但更为奇特的是黄琼宇的对话石声学现象。站在对话石上，即使是相隔很远的两个人，彼此对话的声音也会十分清晰。声音的传播靠的是黄琼宇的回音壁。黄琼宇原名太神殿，也许因为太神殿这名字不够气魄，不足以代表黄天的恢宏气势，建成后不久就改名为黄琼宇。为了再现黄琼宇对话时的奇特声学现象，我们在现场进行了一次两个人远距离的对话试验。观众朋友，你们好，现在我的脚下就是著名的对话石，它是甬路第十八块石砖。那么现在让我们来做一个小试验，看看它的回音效果怎么样。那我现在到东北店的东北角去。好的。王婶，你在哪儿啊？我现在就站在东北角这儿，面向北的方向，这样听你的声音应该特别清楚。你听到我的声音是在哪儿发出的？就像在耳朵边一样。听得非常清楚。是吗？现在我们之间的距离是36米，是吧？是。可是我感觉我们的声音就好像在打电话一样。是啊。我现在听你的声音就是在我身后的回音壁上发出来一样。提到天坛，大家都会想到天坛最有名的一个景点叫回音壁。对啊，除了这个回音壁，其实在天坛里面还有很多声学的这样的现象，像圆丘天心石的共鸣啊，还有新近发现有对话石。对，那这些现象是巧合还是当时工匠确实是有意为之的？这个我们也查了很多的材料，就想证明它不是有意为之。但是记载上我们可以说大海捞针，搜罗了大约有100万字的东西，也没有发现它是有意为之。但是从研究结果表明，它绝对不会是漫不经心的这种制作的。哎，因为有几个证据啊。全国呢，咱们中国有四大声学建筑，
其他那三家呢都在天坛建造年代之前，比如说英英塔、四川石琴、河南的蛤蟆塔，他们建筑年代都早于天坛，但是天坛位居四大声学建筑之首，就是因为它有几处声学建筑，一个是圆丘，一个是回音壁，还有三音石。1996年我们又发现了对话石，就这些众多的声学现象集于一体，肯定是有意为之。从逻辑分析上看呢，它中心甬路，尤其是三音石所在位置中心甬路的石板，它长短不一，最长的长到2米2，最短的短到70公分。我想皇家建筑它不会这么参差不齐，肯定是有意为之。它很讲究秩序的，皇家建筑等级啊、秩序规制是非常讲究的。但是它更讲究气氛。你比如说皇帝在这里呢，不可以轻举妄动，因为它有人间私语、天文若雷的说法。那么就是说，您认为它是现在找不出证据来证明它是偶然天成的，是巧合？对，因为啊，前三处的声学建筑，它建造年代都早于天坛。那么建造天坛的工匠，他已经了解了声学建筑建造的机理，就说他当时水平是非常高的。而且它的中心石板路的参差不齐的这些石板，就是声音的分割线。如果你跨越这个线，你就可以听到一声回音，第二个就能听到两声回音，第三块石板能听到三声回音，那么这个就绝对不是巧合所能达到的效果。那么当时为什么要在天坛制造这么多的声学现象，制造这么多的回音？主要是君权神授，神在这里头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那么人要到这里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表达对天的诚意。有一个景观叫翼照影从，就是他站在天心石上说话，有翼照的人跟随他一起说，这个效果怎么达到呢？就是声音的共鸣。皇帝在这儿一说话，声音突然放大了，那么皇帝就认为后面有那么多的人跟我一起祈求上天，那么祈求佑护，上天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可能这种共鸣的现象也能够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好像我现在真的是能够和天在沟通一样。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去那个地方都觉得很神奇，你倒退4-500年，那时候的人站在那里怎么能不相信神就在你的头上。那现在我们看来，我们古代的这个老祖宗建筑师们，他们的技法应该是非常高超的，令人折服。对，它跟建筑半径很有关系，跟建筑的这种绝好的质量有关系。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称谓，天坛的祭天文化是通过典章制度来严格规范的，它是封建礼制的具体体现。周礼记载的五种礼节中，祭天之礼属五礼之首，可见祭天大典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到清代，国家专门设置了礼部，统管国家四典及所有设礼事务。礼部太常寺具体负责坛庙的祭祀。祭天大典定于每年冬至的这一天举行，它分为准备和典礼两个阶段。临近祭典，各职能部门早早地就开始陈设宝座、供案、尊桌，搭建卧次、升棚，清扫道路和坛场、殿堂，摆放祭器、祭品，设置前代皇帝的配位，宰杀制作祭祀用的牲畜。皇帝要在斋宫斋戒3天，斋戒内容有：不吃荤腥葱蒜，不准饮酒，不娱乐，不理形式，不近女色，
多洗澡等十多个项目。清雍正时，因怕被人刺杀，改为先在大内斋宫斋戒两日，最后一天再到天坛斋宫斋戒。祭典的前一天，皇帝起驾出宫，在大驾鲁伯的簇拥下来到天坛。鲁伯是皇帝的出行仪仗队，它起源于先秦，形成于秦汉，完备于唐宋，鼎盛于明清。鲁伯分大驾、法驾、銮驾和骑驾四种，其中大驾鲁伯用于祭天等国之大典，所以等级最高。乾隆十三年，乾隆皇帝前往祭天的仪仗队人数达3500人之多，整支队伍绵延数里。走在仪仗队最前列的是4只前导像，5只次宝像，其后是4个持镜鞭的校尉，再往后队伍延伸开来。这支浩浩荡荡的仪仗队旌旗蔽日，伞盖如云，其场面宏大而奢华。皇帝在祭天台的昭亨门外下辇，在赞引官和导引官的引导下进行一系列的视察活动，检查祭天的各项准备工作，然后返回斋宫。至此，祭天大典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凌晨4点1刻，隆重的祭天大典开始了。在10位大臣的引导下，皇帝登上祭天台，斋宫的大钟敲响了，告诫陪祭的百官、执事人员各就各位，各司其职。祭天大典共有9项仪程，每项都有一套复杂的程式、内容和含义。祭天大典的第一项礼仪是燔柴迎地神，由赞引官高唱赞歌，随后人们将火炉上的柴草点燃，把敬献上天的一整只牛犊放到炉口焚烧。在燔炉前还有8座铁燎炉，加上祭坛东西门各有一对，共有12座。这种铁燎炉专为祭祀时焚烧松板枝、松花、松塔时用，烧时可发出噼啪声，并伴有香味。据说一来是辟邪，二来是香味可上达天庭。燎炉旁边还有一座驿坎，人们把供祭祀用的牛的尾巴割下，拌上牛血、牛毛，全部埋在坎里，有不忘祖先、茹毛饮血之意。皇帝登上圆球坛，向上天汇报过去一年中社稷的情况和自己的功过。希望上天接受自己的盛情款待，恩赐给人间下一年的风调雨顺。这时
三只九丈九尺高的望灯照亮了圆丘，也照亮了京都东南方的夜空。望灯是古时天子祭天时为诸侯在其领地遥望陪祭的信号灯，京城的子民们看到一灯亮万灯明灿若烈星的景象时，也都加入到了祝祭的活动中来。伴随着专为祭祀演奏的中和韶乐，夹杂着繁柴的香气，祭天大典结束了。明清两代祭祀的礼节繁琐而复杂，清乾隆时期祭祀大典程序的规模宏大，场面更加隆重。乾隆皇帝在位60年中亲自到天坛行礼59次，他中年时常从紫禁城步行到天坛举行祭典。60岁以后，由于精力减退，乾隆曾命礼部简化祭祀礼仪，但他仍告诫臣子，敬天报本不可疏略。1911年，随着清帝退位，祭天制度随即被废除，天坛也被移交给民国政府内务部管理。一直为帝王所独有的天坛，到民国时期仍然属于禁地，普通百姓不得入内。但天坛高大的外墙挡不住人们的好奇，通过各种方式前来游览的人越来越多，以至于管理人员无法禁止。1913年新年，天坛第一次对民众开放，10日之内任意游览，人们像潮水一样从四面涌来。5个月后，民国政府内务部起草了一份文件，建议把以天坛为首的京城名胜古迹向公众开放。然而，这项顺应民意的提议却被一个人否决了，此人就是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他对废弃的天坛有着自己的打算。1914年12月23日，身穿明朝服装的袁世凯，打着为民请福的旗号，率领一班人马到天坛公开祭天。他自始至终不知疲倦的跪拜，祭天的虔诚好像丝毫不亚于历代帝王。为什么一个民国大总统要在这个只有封建帝王才能祭祀的天坛举行祭天大典呢？在人们的种种猜测后，答案终于在第二年公布了。袁世凯授意参政会拥戴他为皇帝，并于1916年1月1日正式登基，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不过，在举国上下的反对声中，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的皇帝，成为了最后一个在天坛祭天的人。无论是历代帝王还是袁世凯，在天坛举行祭天大典，都是想以礼的形式为强化皇权服务。礼是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巩固国家基础的工具。封建帝王正是利用在天坛的祭天活动，把封建国家的天与人、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妇的统治秩序界定清楚，借以维护封建统治的长久。随着封建王朝的结束，那么天坛它的皇家地位不在了，功能也改变了。
毛泽东同志呢曾经到过天坛，在这样一个历代帝王祭天的地方，他却向庶民三鞠躬，是有这么一段历史，是吗？是的，那是1949年9月，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带着民主人士到天坛来，在那个祈年殿里，毛泽东对着这个皇天上帝神牌说：“看这个殿堂这么漂亮，以前皇帝到这里来呢是讨好上帝，用天命官欺骗老百姓，现在王朝解散了，老百姓也觉悟了，那么呢，我们到这里来呢，要脱帽向庶民三鞠躬。”这是毛泽东的话，当时记载肯定我说的不是他的原话了啊，就是这个意思。毛泽东确实是伟人，他的这些话延续了2000多年的这种封建制度结束了。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审视这种制度的发展过程，天坛正是这种封建制度合法性的象征，因为他是皇帝在这里来显示君权神授，用天命来维持他的封建统治的一个地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评价天坛的时候呢，说天坛是建筑和景观的杰作，它生动地表达了一种对伟大文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一种宇宙观。那么天坛呢，它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它独特的建筑风格，成为东方文明的写照，人类建筑艺术的瑰宝。那么天坛作为这样一个集精美的建筑风格以及呢深厚的文化历史内涵于身的这样伟大的建筑，它对远东地区的建筑风格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影响？对，这也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予天坛三个评价之一。天坛是建筑和景观的杰作，它极具象征性的规划和布局，对远东地区主要是韩国、日本、越南这些国家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天坛建筑群是中华文明的宝贵历史遗存，其祭祀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透过圣洁的祭坛、崇高的殿宇、奇妙的回音壁、繁琐的典礼仪式，我们探索解读了其中的文化底蕴。在丰富多彩的天坛文化里，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可以说还有许多更深层的历史、哲学、科技、文化艺术领域有待于我们不断地去发现探讨。明朝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存在了276年，一共有17位皇帝执政。除第二位明惠帝朱允炆因靖难之役不知所终外，其他的皇帝死后分别葬在南京中山、北京天寿山和金山。加上明太祖朱元璋追封的祖陵，一共有18座帝陵。而在湖北钟祥市境内，有一座严格按照明皇陵的规制建造的陵寝。这座陵墓的主人生前没有做过一天皇帝，只有封号，没有年号。
但是陵寝的规制规模不亚于任何一座明代帝陵。那么这座陵寝的主人是谁？为什么会建在远离京城的湖北中乡呢？明正德十六年，明代最昏庸的皇帝明武宗朱厚照病死。朱厚照膝下无子，临终之时也未留下遗诏，只是让太监转告，请他的母亲慈寿皇太后与内阁辅臣商议皇位的继承人。遵奉兄终弟及的祖训，他们最后决定由朱厚照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并通过圣旨的方式昭告天下。朱厚熜应召从湖北钟祥到北京正式登基，朱厚熜就成为明代第十二位皇帝明世宗。明世宗继位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效仿明太祖朱元璋追尊先祖为皇帝的例子，追尊自己的生父为明朝的正宗皇帝。他的父亲也就是兴献王朱佑元，两年前死于他的封地湖北藩王府，并且已经按照藩王的规制建陵，安葬于今天的湖北钟祥市松林山。明世宗的这一决定遭到朝野上下的极力反对，他们认为追封先父为皇帝已不符合礼仪的道德规范。最后失去耐心的明世宗用武力解决了这次争论，这就是史书中记载的大礼仪之争。事后明世宗追尊自己的父亲为恭瑞县皇帝，他的父亲就成了明朝没有登过基的第十一位皇帝。嘉靖三年，明世宗下旨，按照明帝陵的规制改建先父的王陵，并封自己父亲的陵寝为显陵，随后开始大规模的改建扩建工程，直到嘉靖死后工程才停止，前后历时四十多年。显陵在改建时基本沿袭了明帝王陵的陵葬制度。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对汉唐两宋时期的陵寝做了重大改革。汉代的陵寝是在帝王的墓坑上用黄土垒筑成高大的方形，而唐代的陵寝多数是以山为陵。朱元璋在建造自己的孝陵时，把陵墓改为了圆形，以适应南方多雨的地理气候，便于雨水下流不至于侵蚀墓穴。明朝特别注重三叩九拜的祭祀场所，朱元璋因此缩减了地宫的建筑规模，扩大了祭拜的地面建筑。早期的明代陵墓
在陵园的建筑中吸收了江南园林的建筑风格，形成了由南向北排列有序的木结构陵园建筑群。明清的陵墓都沿袭了明太祖朱元璋的这种陵寝制度。明显陵建筑的人工布局努力与自然山水保持着和谐，因为明世宗比明朝的任何其他皇帝都更执着于道教的山水观念。扩建之后的显陵超过了任何一座明代单体帝陵，也是我国中南地区唯一的一座明代帝陵。整座陵墓为长方形，如果从高处俯瞰，犹如一个不太完整的金瓶形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形状呢？在古代，陵墓的选址设计都是由皇帝选定。明世宗信奉道教，在设计显陵时，他认为陵墓呈金瓶形状能维护地气，寓意着神圣吉祥。历代帝王陵寝都是一陵一冢，也就是一个陵区里只建有一个陵冢，而明显陵却是一陵两冢的结构。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独特的结构形式呢？嘉靖十七年，明世宗准备将他的父亲在湖北钟祥的陵寝搬迁到北京的天寿山，并亲自到大玉山选定新址。新陵建成的第二年，明世宗到湖北显陵巡视，发现这里的山水更好，便放弃了搬迁的念头。由于原先的地宫进水，明世宗就命令在第一座地宫的后面再建一座新的地宫。两座地宫中间用叫做瑶台的城墙连接，这就形成了一陵两冢的形制。明显陵不仅建筑规制独特，而且强调建筑要顺应自然。显陵的前端最早有一个天然池塘，设计者巧妙地将它改建融入了陵区之内，称为外明堂。但是在陵寝内却有一个人工开凿的圆形池塘，名叫内明堂。内明堂位于整座陵区的中轴线上。科研人员实地勘察后发现，内明堂有集聚两座地宫地下水的功能。由于明世宗在建造显陵时发现第一座地宫进水，就开凿了内明堂以降低地下水位，消除地下水对第二座地宫的侵蚀。不仅如此，科研人员还发现，由于显陵的主体建筑都是木结构，内明堂对陵区内的建筑还起到了消防的作用。显陵这种一陵两冢内外明堂的结构设计，形成了历代帝陵中绝无仅有的建制。我们刚才片子当中说到了，继承明武宗皇位的人呢，实际上就是明武宗的堂弟朱厚熜哈。那么朱厚熜他继位的时候，那时候他年龄有多大呢？他继位登基那一年是十五岁。十五岁登基。十五岁就登基了。在历史上朱厚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
他呢是从这个大理一征最能代表他这个为人了啊，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不怎么有教养吧，是一个很粗暴的一个皇帝。哦，对大臣很不尊重，历来的传统讲君臣要和呀。嗯，他对这个朝廷的重臣尤其是啊，这皇帝对他们都很客气，他不是，非常粗暴。嗯，啊，动不动廷杖，是一个很暴虐的皇帝。很暴虐的皇帝，很任性，是吧？嗯，就他要想的，一定要做到。那这个也就是这种性格，也决定了他跟这个朝廷老臣、重臣们的这个争执，就关于是否立自己的亲生父亲为明代的明朝的正宗皇帝这件事情哈。嗯。那么这个大礼仪之争哈，在历史上总共持续了多长时间？可以说就是三年吧。可以说他15岁一登基，首先他就提出这个问题，他就想让他的父母亲都取得正式的皇帝和皇后的称号。这个按照传统的这个礼法呀、礼制来说的话是不允许的，所以在有一次上朝，这是嘉靖三年的上朝以后散朝了，那一部分保守的、坚决维护礼法的、维护礼制传统的这些大臣就不走，在宫外面啊，在这就互相串联议论，事先联合好了，议论叫示威啊，静坐示威，在里面不回去。然后越议论，大家越激愤了，就知道这个危险性，因为他为人也知道，就宁肯受廷杖、受责罚，甚至于死，也名垂千史，哇！所以闹到这个时候，报告给里面了，所以这时候是始终知道以后，他就很生气了，开始派来这个礼部的人来查他们，都是谁，我记下来。他下来一个一个了解了，记了，他们就更火，激怒他们了，所以就冲突更加就升级。升级到最后，皇帝就下命令，干脆就镇压了，流血了，让那个锦衣卫，就皇帝御林军了，锦衣卫出来逮捕这些人，一共逮了220个人。整个这个事件被处分的，有的是判处这个流放，啊，充军，有的是打板打死了，一共是220个人，所以这个事件很大。大礼仪之争到白热化，所以就被啊到白热化，就这样总是镇压下，流血的方法就给镇压下去了。这在史家就叫他大礼仪之争，就是结束了，就是皇帝胜利了啊。所以他就把他给了上封了，给有尊号，然后父母亲都有，完全是按照皇帝皇后的规格，老家的那边的就是他那个原来的封地啊，做藩王，他父亲做藩王是吧？那个封地在已经建了陵墓都建起来了，也就是我们今天能够在湖北钟祥市看到的这座钟祥的严格按照明代的规制建造的帝陵，叫显陵，但是那里面那个人没做过皇帝，实际上有一天皇帝没做过。1628年，明王朝结束了276年的统治，开始了大清王朝的时代。据史书记载，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狩猎时偶然来到河北省遵化县的昌瑞峰下，见群山气势非凡，取出玉板纸扔向远处，并说：“玉板纸落处，定为寿宫。”由此开辟了清朝的第一个陵墓区——清东陵。清东陵从顺治18年开始营建，到1908年的慈禧陵竣工，历经240多年，先后建有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同治5座皇帝陵、4座皇后陵等15座陵寝。陵区内由大小不等的500多座单体建筑组成。清东陵在营建时，依照我国古代陵制与山水相称的建筑格局，
注重周围山川和建筑景观的和谐，使整座陵区显得山峦环绕，气势雄伟。顺治皇帝死后便埋在这里，成为孝陵，它也是清东陵里第一座陵寝。孝陵在昌瑞峰的中轴线上，以后的四座帝陵和其他的陵寝，按照居中为尊、长幼有序的传统观念，依次建在孝陵的左右。孝陵的建筑格局沿袭了明代皇陵的建筑特点，由南向北依次建有石牌坊、大红门、圣德神宫碑楼、石像生等大小20多座建筑，由一条长约6公里的神路贯穿起来，使陵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建筑格局。神路两侧排列着18对石像生，石像生主要是显示墓主的身份、等级、地位，也有驱邪镇墓的含义。孝陵的建筑对于清朝以后的各座帝陵起着示范作用。在孝陵大红门后有一座高30米的重檐式建筑，叫圣德神宫碑楼。楼内圣德神宫碑上用满汉2种文字记载着顺治皇帝一生的业绩。这种圣德神宫碑不是皇帝生前自立的，都是由后人撰文立碑。与顺治孝陵的圣德神宫碑不同的是，在他的儿子康熙皇帝的景陵大碑楼内却立有2块圣德神宫碑，但是1952年的一场大火烧毁了景陵的大碑楼，其中的一块圣德神宫碑也遭到毁坏。景陵的建筑规模虽然稍逊于孝陵，但局部建筑又有所改创，如石像生减为5对，把龙凤门改为牌楼门等，另外把顺治时期火化入葬的传统改为土葬。景陵的建筑风格及丧葬形式大多被以后的帝陵所效仿。康熙皇帝8岁继位，14岁登基。在执政60余年期间，注重农业，治理河患，平定3藩之乱，收复台湾，开创了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景陵立双碑是他的儿子雍正的旨意。雍正认为，圣祖康熙功德甚多，一块圣德神宫碑不能充分记述先父一生的功绩，所以特立2块。清朝入关以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5帝
因在文治武功上都有一定成就，都立下了圣德神功碑。历史延续到第六代道光皇帝时，却颁布了一道圣谕，从此以后不再建圣德神功碑。在这道谕旨中，道光皇帝说，自己治理国家的成就不能与列祖列宗的功德相比，故而取消了圣德神功碑的建制。在道光皇帝的墓陵中，果然没有圣德神功碑楼。事实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吗？让我们来看看清朝旧制。清朝旧制规定，凡帝王有失国之寸土者，不得立圣德神功碑。道光在执政的30年里，政治腐败，清王朝也日益衰败。1840年的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这也许是道光皇帝觉得无法面对祖先而撤掉圣德神功碑的原因之一。道光皇帝的墓陵也没有建在清东陵，而是建在了清代另一座陵区清西陵。清西陵的第一座陵寝并不是道光皇帝的墓陵，而是清朝第三代皇帝雍正的太陵。按照子随父葬的制度，雍正死后应该跟随他的父亲康熙皇帝葬在清东陵。为什么雍正又另选了一块陵区呢？雍正七年，雍正命人在清东陵离孝陵、景陵不远的地方，选择了九凤朝阳山，修建自己的陵寝。但在施工建陵时，发现墓穴中有砂石，雍正认为此地石不可用，决定废弃，另选他处。最终选择了距清东陵数百里的河北易县的天平峪，但选择在此建陵又违背了子随父葬的制度，雍正举棋不定。大臣们从浩繁的史籍当中引经据典，证明历代帝王父子营建陵墓有的可以不在一起，雍正才表示同意。雍正八年开始修建太陵，开辟了清朝第二座陵区清西陵。清西陵埋葬着雍正、嘉庆、道光、光绪四位皇帝以及他们的九位皇后。雍正继位后，分别平定青海等地的叛乱，收回新疆。雍正继位时腐败丛生，他曾告诫文武百官务必勤于政事，杜绝贪污贿赂，并以严厉的手段惩治了大批贪官污吏，为康乾盛世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泰陵是清朝鼎盛时期修建的，所以规模比其他的陵寝要大，陵区内的建筑就多达60多座。就在雍正葬入清西陵不久，子随父葬的制度又再一次被打破，这一次是雍正的儿子乾隆皇帝，他把自己的陵寝建回了他祖父康熙皇帝所在的清东陵。乾隆的父亲雍正就打破了子随父葬的制度，将自己的陵呢选在了清西陵。但是到了乾隆呢，他又再次打破这个制度，他又把陵没有随着父亲雍正葬在清西陵，而是选择建在了清东陵。这是为什么呢？等到乾隆时候，这就给乾隆出了一个难题。啊，到乾隆这个，他此后怎么考虑呢？是埋在这边，还是跟他父亲子随父葬？嗯，还这样跟着他呢？还是那个祖坟怎么办呢？那算他，两个祖父和曾祖在那边呢。如果他要过来，他子孙历代皇帝埋在这边，不冷落了那个墓地了吗？是吧？所以他就为难。他最后怎么解决呢？这个乾隆这个人呢，是汉学底子很深，这个对汉文化非常有了解，可以说很有修养的一个人，啊，知道的很多。他包括古代这个招募制度啊。做了一个新的解释。什么叫招募呢？招募是一种古的一种宗庙制度，也可以说是陵寝的制度。怎么形成呢？我先说招募是怎么安排的。招募是左边叫招，招是明啊，是个光亮光明是第一位，所以他的一世祖要在左边，太祖在中间。哎，谁第一个葬在这个陵园？哎，比如说这个同志在先秦时期就开始有这个办法了，正式呢是在汉作为礼制化了，把它写下来了。这套制度就是老祖先太祖的庙或太祖的陵在中间，为了强调中轴的时候呢，他一世祖就埋在左边，二世祖就对称着埋，这样分上下，然后分昭墓，左边叫昭，右边叫墓，昭是光明，墓是次之，就是父亲比父亲次一等的儿子就到右边来了，到右边来。哎，这个人的，他的儿子又左边去了，啊，这个人的儿子右边这边来了，就左右，左右，左右，就交替的。因此，《礼记》上说呢，天子啊有七庙，这七庙是什么呢？就三朝三墓，嗯，啊，然后再加上一个太庙，一共成为七庙。到乾隆，可以说清代有一个大的一个新的发挥，新的一个创新吧。他有两个陵区，不是一个陵区，本来是一个陵区的招募安排左右，乾隆。他就有个新想法，他有新解释，就按古代皇帝的最早秦始皇以前不是皇帝了，是国王是吧？国王的那个王陵啊，叫做诏狱，诏是10个亿叫一诏，那个诏，狱是区域的狱，王陵区就叫诏狱，所以因此乾隆创造了一个叫诏葬的方法，换句话说就是。以这个招募来解释他两大陵区东陵和西陵，扩大化了吧招募。那也就是说，他把清东陵、东陵是招，西陵是墓，这就解释通了。因为这个雍正在西陵了，在墓这边，他就在招这边埋葬他。嗯，这样的话左右安排。但是到清晚期以后，就没这么严格了。葬制度是在招募制度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扩大化的解释，是吧？变成两个大陵区分招募。是乾隆创新了。清皇陵在雍正年间，无论是规模还是设计，都处在最高峰。随着清王朝的日趋衰落，清东陵、清西陵的陵寝规模也有了变化。1850年，20岁的咸丰登上了太和殿的皇帝宝座。此时的大清王朝早已没有了康乾时期的盛世景象。即位之初的咸丰尚能振奋有为，
任用贤能之士，处置了大批腐败无能的大臣。但不久，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无疑对咸丰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处于忧患之中的咸丰只好逃到承德避暑山庄，并于1861年病死在那里。咸丰死后被埋葬在清东陵的最西侧，称定陵。与其他的陵寝不同的是，定陵不仅规模小，而且建筑少。定陵在兴建时用的都是一些旧的砖料和石料。那么，这些旧的砖料和石料是从何而来呢？这与咸丰的父亲道光皇帝有关。道光皇帝登基之时，就在清东陵的宝华寓修建陵墓。道光八年，道光皇帝到自己已建好的陵寝巡视，发现地宫渗水，便大发雷霆，下旨将陵寝全部拆除，到清西陵另选了一块墓地。道光的这一举动打破了乾隆以后清皇帝复东子熙的赵葬之制，他在清西陵用四年的时间又兴建了墓陵，使本该葬在清西陵的咸丰皇帝只好东迁。他的父亲道光皇帝原本在东陵的陵墓拆除后，大量砖石还可使用，加上战乱不断，财政十分困难，咸丰只好迁就。仅定陵上所用的旧城砖就有60多万块。定陵之东的普陀寓埋葬着咸丰的两位皇后，一位是东太后慈安，另一位就是统治清王朝政权近半个世纪的西太后慈禧。两陵并排而立，规制相同。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割地赔款，国库空虚，民不聊生。可慈禧全然不顾，以自己的陵寝年久失修为借口，把修了22年的慈禧陵、隆恩、东西配殿等建筑全部拆除，另换好料。重建工程又历时13年，直到慈禧死时才完工。重建的隆恩殿，无论是规模还是工艺，都奢华惊人。殿内的门窗、隔扇都是采用名贵的黄花梨木，并在上面直接立粉贴金，共画有2000多条金龙。清代皇后陵的隆恩殿，殿内一般只有4根贴金的柱子，就连紫禁城内的太和殿也只有6根。可是，在慈禧陵的隆恩殿等三大殿内外，却有64根金柱。金柱上用鎏金铜做成半立体的盘龙，在金龙头上还安装有带弹簧的龙须，借助空气流通，自由摆动，栩栩如生。这些巧夺天工的金龙和慈禧陵的各种珍宝，在1928年被军阀孙殿英盗劫一空。10年后，又一对不明身份的军人窜入清西陵的重陵，他们熟练地撬开砖石，进入地宫，将所盗金银珠宝卖给了京西八国教会，
据说换了500套军棉装。这座陵寝的主人是光绪皇帝。光绪在执政年间虽然是皇帝，但有名无实，处处受慈禧控制。皇帝即位后就选造自己的陵寝，是封建王朝的定制。而光绪皇帝在位34年，由于受慈禧太后的震慑，竟然无人敢言及修建陵寝之事。这是在1908年光绪死后才开始建造。辛亥革命后，崇陵工程被迫停工。到了1913年，民国政府拨款赶修崇陵，由于国库空亏，财政不支，致使工程进度十分缓慢。本来就拮据的经费，又因王公贵族和军力的剥削，导致修陵的工匠们先后举行2次罢工。因为崇陵一直不能完工，光绪皇帝的棺椁只好停放在清西陵的行宫，这一放就是数年之久，直到1915年才修建完工。崇陵在西陵的各地陵中是最小的。崇陵建成后，由于财政困难，没有栽种任何树木。一名叫梁鼎芬的清朝旧臣认为陵园无树，既不美观又破坏风水，一味要求栽树，但无人理睬。梁鼎芬就买了很多陶瓷瓶，把崇陵宝顶上落下的雪装入瓶中，到各王亲贵族和遗臣家中去拜访，送雪水募捐，然后用募捐的款项给崇陵外的山野栽满了青松翠柏。崇陵虽无钱植树，但陵墓的用料也还十分考究，材料来自于全国各地，营建的费用高达数百万两，在当时也实属罕见。崇陵虽然规模小，但是呢也是耗资巨大，而且材料大多是来自于外地。那个时候皇家陵寝所需要的这些材料都是来自源于什么地方呢？北京的明清两代的皇家的这些工程吧，包括陵寝啊，包括宫殿，他们的材料都是用好材料了。比如拿木材说吧，都是好材料，是金丝楠木、湘楠，这些木头啊都产在四川，所以一些贵重的都是在四川呐、湖北啊、西南这边运进北京。深山老林啊，深山老林里采伐以后，这个利用雨季从山沟吹冲下来以后，它编筏子了，编筏顺长江顺流而下到下游，利用这个南北大运河、京杭运河运到通州，从通州用通惠河运到北京，储存在皇家的一个木料的堆积厂吧，叫神木厂，到现在还有这个名字。在什么地方？在北京的东城这边。像您说的，用水路来运送这些神木，是常年不间断的在进行。是的，即便皇家的暂时没有大工程，但是为皇家采购这些木头，这个工作基本上都没有停。因为什么？它在储存在那儿，就石料近一点，石料在房山。房山开的石料，但石料很大呀，很重，所以它运输也很困难。虽然进运输很困难，重了。你比如说一个玉露，咱们现在那个清陵的那些个，正中间的中轴线上那个雕刻云龙花纹的浮雕的那个也叫做玉露。玉露是皇帝走的路，因为他不走，他是用监狱抬起来悬空的，两边的人走，抬他的人走，他在中轴线过来了，就等于他走的路。玉露也叫璧，
文字叫壁，这块大石头要求一个整的，有的都是解上百吨的。你看三大殿有一块石头是180吨，所以像这么大一块石头，毛料的时候就更得大点儿，是吧？做成这么大，它雕出花纹来了，去掉了很多石头了。如果一块整的还得大一圈，那就更重了。从房山运到这儿有一个记载，就可以知道，借着这个就能推断出来它的困难程度。这个万历年间修三大殿，重修三大殿，一块玉璧，就是玉露这块东西，180吨，用了2万多人。他一里地打一个井，用水，冬天，一里地一个井，左右管着半里地，用这个井，就先浇出一条冰的路，冰的路面，就摩擦系数很小，所以后边又撬杠，前面再拉，这样一点一点挪，一点点挪，走了28天，从房山到北京。等于是为了这一块石头啊，就拉这一块石头，他用的石头那太多了，是吧？台基整个用石头包，还有大的石碑，很多石头栏杆，那么多石料，那就费了很多人力。可以从这一件事情，因为一块石头就知道它的难度有多大。可见在那个时候给皇家修建帝陵是一件浩大的工程。浩大工程。那么我们比如说这个知道哈，这个皇上，比如从这个秦始皇说起吧，他是从继位那天开始就给自己修建陵墓了。形成制度了，形成制度都是这样了。都是这样。所以都变成一种制度化了。皇帝继位的时候就开始考虑到他的死后的住的那个地方，就开始动工了。是不是可以说这个皇帝活的时间越长，他的陵墓修的就越好？一般是这个情况，他在位时间越长，他这个陵墓总不停，总在修，所以雕刻的又多，再也是往好里修，他还不死还得修，所以时间越长的一般修的修的最好。1908年，年仅3岁的溥仪继位，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解放后，他成了一名普通公民。1967年，溥仪去世。有两件事恐怕是他生前没有想到的：一是他的骨灰被安放到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二是几十年后，他的骨灰又被迁到一座由一位华侨修建的陵园中，而墓址就在清溪陵对面的一座山坡上。